特勤队荷枪实弹，重重包围犯险车辆，因为他们自行改造枪械，拥枪自重，相当危险。手举高，手举高，趴下，趴下。在优势警力威吓之下，三名犯嫌不敢反抗，只能乖乖趴下。我要手受伤，来啊，配合一下，忍一下啊。在警方强力压制下，范闲自首坦承车上有枪，而且已经上膛。有什么嘛？枪啊，枪在哪？在包包里面呢。原警再到范闲聚集的旅馆和住处搜索，起获大量枪械，宛如小型兵工厂，火力惊人。搜出改造长短枪共八把，改造子弹共73发，弹夹9个，改造枪支零组件。改造工具各一批及毒品等赃证物，全案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和毒品罪，将范闲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记者刘志吴玉轩新竹桃园采访报道。海皇 XO 干杯架这一罐很厉害，很威，好吗？它的蛋白质呢是鸡鸭牛啊虾的3倍，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？是用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，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喽。好，希望大家爱用哦。